智慧型公共自行车租赁系统 Bikey。 智慧型公共自行车租赁系统主要包括三个部分：自行车本体、所雇座系统及资讯管理系统。自行车本体的部分又可以分为男车及女车等两种款式。本系统的开发主要考量未来可广泛应用及成功复制的需要，诉求三低一高之特性。一、low cost， 建制成本低，硬体建设以降低破坏路面之小型工程方式进行。二、low complexity， 使用界面人性化，降低一般民众面对高科技之陌生与恐惧感。三、low return rate，可整合周全之营运模式，降低整体营运及维修成本，同时以低耗电或新能源使用为主要考量。四、High Feasibility， 以营运成功之可靠度与高可行性为目标。Extra，本款设计为具备轴距可调整式功能的电动车，除了为骑乘稳定性考量而采用前一后二的三轮式配置之外，车身的主体是以四连杆机构为基本的原理，加装一组电动线性制动器，借以达到前后轴距可调整的特殊功能，更能同时进行切换成一般骑姿或是斜躺骑姿，并且减少停车的空间。不论是通学、通勤的接驳功能、购物、短距离代步的交通工具，都是最有力的城市用车。Change 是一个新的自行车设计概念，组装且具可替换式外壳的创新设计。一般使用者可以依照本身的喜好自行组装与拆卸，充分享受 DIY 自己动手做的乐趣。车身外壳可以采用塑胶、碳纤、铝合金或钢板等材质，整车在拆卸后可以大幅减小包装的材积，达到降低运送成本的目的。Solar Knight 是一台结合太阳能发电概念的可折叠式电动自行车，前后轮特殊的收折方式搭配伸缩型的把手与座椅设计，非常适合携带与运送。另外在两侧的车体上还有活动式的太阳能板装置，不但提供前后车灯和刹车灯的电力需求，也可以作为驱动马达的辅助电力，让使用者能够尽情地享受骑车的乐趣。Shopping Bike 是一台附加购物推车功能的折叠式自行车，除了可当作一般的短程交通工具使用之外，折叠后的小体积也便于使用者进行收纳，抵达卖场时还可轻易将其转换成为购物推车来使用，减少停车方面的困扰。